游戏里的小菜鸡，菜鸡中的战斗鸡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耳蛙。话说最近很奇怪呀，鸡港怎么这么安静呢？一个人都没有。这么大的鸡港被我们承包了，但我的枪里要是没有300发子弹，我就没有安全感。于是我打算再去房区转转，结果我刚跳下来，一个机器人差点把我的魂儿吓飞。可能是最近我太膨胀了，连人机大军都开始嫉妒我了。骑车去房区，我这车技见长了。哎呀呀呀呀，这一路火花带闪电的，可爱的队友还给我标记了 M4， 是因为我 M4 打得好吗？还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。哎，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啊！本来想拿阿成拱一波，结果两个双大脚印在我的地图上出现。我本来想卡个视角，结果被敌人发现了。话不多说，干就完了。另外一个家伙被我队友干掉了，那我就能安心的舔个包了。可惜这个三级甲被我打得稀烂。我刚打算喝瓶二锅头奖励一下自己，队友那边打起来了，我从窗口一跃而下，帅气落地。接下来请看我的表演。淡定吗？请回放一遍视频，再来体会一下我慌的一批的心情。我正在卡视角的时候，一位大哥突然现身，我定睛一看，这大哥也是三级头，必是个狠人呐。于是我扫了几枪之后，赶紧找个掩体冷静一下，再度出击将他打倒。正要扶他的时候，队友惊呼一声，大哥打我这边，队友一下子就把我喊懵了，导致我原地蹦了3尺高。赶过来救队友的我拿出我的 M4，20发子弹全部扫在了墙上，我这狗血的操作直接把敌人看懵了。就在敌人小看我的时候，我一顿神龙摆尾击毙了敌人。哇哇，哎哇！该说不说的，虽然很慌，但也挺帅的。我觉得这位大哥装备还可以，老规矩，背上200 M4。刚冷静一会儿，一辆车开了过来。哎呀呀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呀！我们也凉了一个队友，空投落在了河边，看样子是要过河了。趁敌人不注意，赶紧游过去吧。哎呦，这是个啥？干干巴巴，妈妈来来，一点都不圆润，盘他！树后的这个家伙，马上就要被我淘汰了。不知哪个没眼力见的家伙，竟敢偷袭我！哎呀，队友全部凉凉，但你们别担心，待我杀了剩下的3个人，就请你们吃烧鸡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嘿嘿参北斗啊，生死之交一碗酒啊，说走咱就走啊，你要我要全都有啊，嘿嘿嘿。电子竞技果然不需要视力。自从我关注了大姚游戏说，我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，屌爆了，屌爆了！哆哆西哆瑞西嗦哆西啦哆西啦哆西啦哆哆西哆西嗦。大姚游戏说这么屌的吗？我也要关注。哆西哆瑞西嗦啦，你。